一鱼岛打成十一红完美地听，月夺冠与更新已经成了鱼岛服战队的真实写照。他们团队买下的十一技能六轮车地听，在打上高法连和须弥两本兽诀之后，已经成为了十一红最完美的技能。如今的鱼岛服战队出场的地听都是十技能起步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十一技能以上的地听。二轮总买140超强耳饰，轮总给自己在鱼岛的法系号又买入了一个140耳饰，综合属性爆得非常多。三多伦多买160愤怒不魔腰带，以水雪山多伦多老板对于高端不魔的追求从未停止过，近日他以25万元的价格买下亮一条160愤怒不魔腰带，多伦多老板很快就将变身套变成了修罗傀儡腰套，未来这条腰带将会给他的女儿村带。4.130愤怒效力腰带可以打14段，本草纲目新出130愤怒效力腰带，因为精致两个字的存在，这条腰带可以打到14段。5.1078神器大唐离开浩文，近段时间浩文一直迷恋咒师阵容不可自拔，团队1078的神器大唐基本上是零出场率。根据浩文在直播中透露的消息，大唐老板已经确定离开，很快就会转战其他服务器。